啊、哦，绿帆是去年机种绿币，这几天卖了好多的绿币 ten 来手把，我的天呐！为什么要买这个？我跟你们解释哈、哦，因为相机手太小了，手的位置太小了，就要买一个这种手把呢，让你的相机呢比较大一点点，又可以换电池，然后又可以手握得很舒服。来自于顶级工艺的悠然子公司，他做的东西我跟你讲哦，我觉得比 Small Rig 还要做得好。哦，这是我在卖的心得啦。他做的东西比 Small Rig 还要好。然后下面还有个冷靴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下面一大堆四分之一孔，四分之一孔冷靴。然后呢，哦，这个做工真的是细。这一套下来，如果是有 Small Rig 的话，可能要1000多，他卖930。那 ZV1 的这个手把，你 R055 看一下 R055。哇，那么多，那手把给我，手把，那边旁边的手把，我要手把那个，哎，对，那边旁边的都拿上来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原价是930哈、哦，250块，ZV1 的哦，当红的产品250块哦，ZV1 250块。再一张，250，好，谢啦，谢谢。混音器哦，这是混音器，哦，这混音器468元，卖多少呢？我们来看它可以混什么，看它是混台北还是混高雄还是混屏东的。哇哦，哇哦！有微调 dimmer 的哈、哦、混音器放在这个相机上面的，你单单买冷靴架都不止200多块了，你买回去当冷靴架它都不止，一二三四五可以装5支麦克风和灯光，还有 single 跟 mixer 混音的混音器，那总共有输入一二三四四个输入两个输出，四个输入两个输出，那个好了，在那边。ZV1 的，哇，这个呢四个输入的哦，两个微调的哈、哦，原价468，来，唯一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们买了之后认识的品牌，买了之后认识的品牌当做推广啦，这个呢100块，好、哦，不保留的哦，你自己到门市抢哦，只有一个100块，不保留的。混音器，好，真的哎好啦，这太划算了。那用这个东西的人哦，都是说，嗯，指向麦也放着，无线麦也放着。今天的推广目的是希望你们买了回去尝试一下它的好用，然后呢？进而，不知能不能跟 ZV10 可以通用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Sony 的东西我真的没有研究，哦，因为我就是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卖那种，就是强烈的希望它不要后置微调，因为人的生命有限，你的生命都花在微调上面，花在后置上面，其实是非常对不起家人的。我们可以把时间留给家人，也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后置，这是我个人的概念啊，哦。如果你认同的话，我们会感谢你哈。哦如果你认同，我们感谢你。好，哇，还这么多！来，包包150，这个包包呢，第一个有轮子，第一个有轮子，静音轮哦。150哦，第二个有拉杆，有拉杆，再来，不得了了，笔电什么鬼都有，这个包包，
150元。来，150元有什么瑕疵呢？我个人，我们的同事是要把它报废掉啦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与其要报废掉，我认为我不会喜欢拿这个来背哈。这种包包的轮子，你听我说哈，这种包包的轮子在地上滚。那么我的衣服呢，虽然都是一些 Le Bonton 的，那个什么香港脚的 ，Hanten 的 ，Note 的，还有 Uniqlo 的，啊、哦，平价的那个衣服。但是呢，我告诉你哈、哦，你这种包包如果拿来背，你背后会被这个轮子给衣服给弄脏弄坏掉。所以这个包包拿来拉，我从来不会拿来背。买这种拉杆包，千万不要买拉杆又能够背的那一种，因为你要背它的机会真的很小。因为除非你的衣服真的是很脏了，但是你如果不听话，你就是直接拿这个来背，我给你保证哈、哦，这个轮子在地上走，有细菌嘛，有 COVID-19 嘛，有我们有 Omicron 嘛 ，Omicron 嘛，有 Omicron 嘛，有 Delta 嘛，啊干，你的轮子在路上滚到了 Delta， 滚到 Omicron， 啊在这轮子上，然后呢，你又把它背在身上，那 Omicron 就跟着轮子回到你的衣服上面啊。啊，衣服回到衣服上面，轮子把它滚回家，那你多可怕！所以呢，这个滚没有关系，但不要背在身上，因为欧姆孔会跑到你身上去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包包呢，我建议你就是很低调啦，哈，拿来运钞票，哈，拿来运钞票可以。再来，它的瑕疵在这边，各位看一下啊，这里不是这里哈，它的瑕疵在这里，这里出货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东西，少了扣环，这里少个扣环。那你有本事你硬要背你就把它扣进去，那不要背就剪刀剪掉，直接就当做一个拉车来搬你的摄影器材也可以，然后搬钱也可以，然后拿来搬东搬西，这个150块，来谢谢。这个有瑕疵的齁，先讲一下，自己截图。好，在轮子再拍一张有轮子的。好，这个去吧。它也一样啦，它如果到最后没有人要，就是这个我会买回去，因为我会用到，我买菜我可以拿来买菜。我不是贤妻良母齁，我也更不是父慈子孝。我是因为就是怎么讲呢，在疫情期间出去吃饭不方便，就自己学做菜。哎，还真没想到烧了一手好菜。我爸爸很喜欢吃，我女儿也很喜欢吃我烧的菜。所以也蛮意外的，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莫名其妙学会了一个叫做烹饪的技艺，爽，真的开心齁、哦、蛮开心的。有人要看无线麦克风一堆的，怎么没有跟我讲呢？好，我来准备一个无线麦克风一堆的。王世雄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能寄齁、哦、真的不能寄。寄会寄出纠纷啊，因为我们当场验货当场买齁、哦、都还会有纠纷，因为这是出清品。如果你对于产品的认知没有一定的深入，我是强烈不建议你买齁、哦、最好是能够到门市来买。如果不能到门市来买，我是强烈建议你不要买齁、哦、这是我们做生意的这个精神啊。那这个你可能会 OS 说，干那头家那叫击败啊。干不会叫一家那唧唧歪歪，不是。寄了之后，如果你的认知跟我们有差距，产生的误会，我会影响到我的商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很抱歉，你最多就是叫你的朋友，齁、哦、帮你来拿，这个我们没有问题，齁、哦、叫你来买。再来，厉害了。这个是 BOSS 最喜欢的一个 G800 耳机。这个原价在网络上价格是469。G800 耳机。现在399吗？我拿20只出来齁、哦、拿20只出来 ,299, 就写300啦，不要连一块我都不想找啦，就300块啦。这个是400的东西哦 ,469 的东西我卖300。这个我告诉你齁、哦、你回去看那个拿来看成人片你会爽歪歪。只有我讲20只还是30只。好啦 ,20 只啊 ,300 块 ,20 只。全新的，这就全新的，哦，这全新的，哦，
300块20支。这个呢，手机、电脑、相机可以拿来收音跟监听，同时收音跟监听同时进行。如果你是一个主播，你在拍棒球比赛，你只要一支这个麦克风插在你的相机上面，一个头插耳机，一个头插麦克风，你可以同时讲话，同时监听。这支麦克风呢，这支耳麦呢，你如果拿来做 intercom， 就是我们做导播 EOP 作业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齁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怎么呢？我们可以拿来做群组的对讲机，就是他接到手机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开一个 LINE 群组，导播就可以透过 LINE 群组发话控制摄影师的镜头和运镜，就是他了，300块20支。一人只能买一支哦，我们是在做推广，不是在做批发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赔钱卖也要个限度，460元的东西卖你300块，电的东西没那么好赚。赶快拿来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品质，把它找出来，这个品质真的是很好。我让你们看它的那个样品，它是大耳罩的哦，大振膜的哦，耳罩的。然后你可以自己上网看它的性能，叫 G800 Mark II。G800 Mark II， 自己查它的性能啊，我就不解释了。G800 Mark II， 300，我们只承认什么？哎，柜台他们有截图的才能够照算价钱，不能够直接在门市这样乱卖哦，这样公司会倒掉。就是你有截图，我们才有承认，你没有截图要买这个价钱，抱歉，你没有截图就是买469，你有截图我们才有算数，不然整个游戏规则会乱掉了。我们是因为推广你直播，我们是因为推广直播，所以才愿意用赔钱当广告费的方式来把它卖掉，然后让你体验。第一个，它可以当耳机，平常的耳机，就是看成人片的耳机。第二个，它可以当直播用的麦克风，监听，然后耳麦可以开关，这个可以躲开。然后呢，手机要用怎么办？你如果手机要直播的朋友，这个拿掉，直接插在手机，因为它三黑的。这是三黑的，那送你一条延长线，变成二黑立体头麦克风、立体头耳机，这么棒的一支产品呢，做工非常的精细。我跟你讲啦，它相当于如果换个品牌，这一支就2980，换个品牌哦，就2980，相当于10倍的价差。麦克风就是这个世界。你是买务实的买，还是买品牌贵的要死？但是我几乎给你肯定，很多人都有送麦克风给我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很快的知道它的性能好在哪里。然后厂商就说这是名牌的，还有它的声音呢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怎么听都一样，都差不多，只是品牌不一样而已，但是价差差了10倍。这一支麦克风耳机呢，可以调整音量大小，就这么样子。耳机调整音量大小，300块就这一次。好，来，谢谢。那，哇，效果超差的。读稿机，好的，读稿机，雅慧，读稿机你决定一台好不好？开心的价钱。你决定好不好？你决定了。你决定一台，看那要卖多少？告诉我，可以说成效不佳哈。说真的 ，Sony 麦克风21000元 ，Sony 麦克风，公司货保固，公司货保固，公司货了 ，Sony 麦克风公司货哦。那么这是手持式记者用的无线麦克风。这个一组21000元，今天购买18500，哇，赔死，真的会赔死。Sony 的利润只有7%，我最少要赔10%，18500。如果你要做派啊，要收音啊，这一支拿出去呢，哇 ，Sony 的屌啊！
这个是被贴纸弄到了，所以卖那么便宜哦。这是 Sony 不是 Song 哈、哦、Sony 啦，不是胡乱的 Sony， 两万一卖18500，贴起来吧。全新的没有用过 ，Sony 18500。好，来拍照。好，就发生一次而已了哈。读稿机要几台？读稿机这个卖法会，这个原价是多少？看一下，2690，全世界第一次出现这种读稿机呢，我不客气的说哈，相机、手机、Webcam 都通用的。1990两台，这个原价多少？我告诉你哦，原价2690，1990两台，1990两台，只能两台，就是都有限了、啊。1290读稿机，曹中生这支插完自己上网看哈、哦，网络上去看细节介绍，1990，限购两台。好，时间到，要准备下班了，限购两台。然后无线麦克风最后一次把它打完哈，砰砰砰把它打完，哇，那个平板被人家买走了，平板被人家买走了，哦，什么真快啊！谢谢现场听 live 的客人哦，真的是货，谢谢听 live 的客人，来1990，刚刚哎，刚我看到一位先生，他好像就冲进来，就是来挑拍卖的、哦。啊、哦，是哦，是哦，真的在住在附近真的是好处多。挑，我看他在柜台挑了一堆，蛮开心的，好嗨三嘛。啊，1900啊，截图拍谁拍谁。这各位观众哈、哦，你截到图买有两个名额是1990，如果超过了之后呢，没有了你就是2690哈，2690。这个游戏规则希望你们了解哈、哦。那你们可以叫朋友来拿啦，这个我们不反对哈、哦。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寄送。再来，无线麦克风一对二，来，准备无线麦克风一对二。原价5390，这是为了要推广哦，这不是要乱价钱哦，这不是要乱价钱，这是要推广。当你买了之后，你因为很价格卖的你很便宜，5390。那么我们卖的你很便宜，那你用了之后很开心，那开心之后会介绍朋友或者公司的人来买，那么就是5390元一对二立卡麦克风，同厂加印，他的手持棒棒麦啊，摔到了，糟糕 ，Oh my god， 赶快捡起来，摔到了就没有办法用原价卖了，这真的是很还好他有膜啊，还有膜。然后5390，那摔到了呢？各位观众，一对二无线麦克风，一对二无线麦克风摔到了，但是保证能用哦。保证能1990。全部都是正常的，好，不正常就不卖了。好 ,1990, Tiki, 这个都是已经，这个是出厂了，它没有电，它不能开机，它必须要充电，那我明天充电给你。5000多块的东西卖你1990，限定只有这一套，只有这一套，我发誓只有这一套齁、哦、不能再多了，因为要推广啦，让你们买到之后，那用了满意之后，然后会介绍人家就是5390，这1990,无线麦克风。啊，你明天充电告诉我结果齁、哦、我顺便要告诉个人，诶再送一支麦克风，等一下哦，这支麦克风就1000块了，这兔毛麦克风也是很猛的，还有个麦克风套，还有个麦克风架，那这个怎么用呢？这个玄妙了哈、哦。
看哦，这样子。Boss， 请问你这个渣男为什么不刮胡子呢？哦，你这样可以访问渣男。哦，那渣男有没有？访问渣男。哦，那还有这个，还有防风罩。好，可以访问渣男啊 ，Boss 这个渣男，你看啊，是，好，可以访问。然后平常是夹在领夹的，好，1990再送这只金属的，那这只金属拿来修爬不好了。那目的是为了推广，让你用了满意之后呢，好，进而呢愿意花钱购买哈，然后买5390，这纯粹就是推广，顺便打广告的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场有四个人，如果再多一个就五个了啊，就不好意思，就是一定要戴口罩哈，因为有时候一进来就，那有时候进来三五百人呢，妈的，买的吓吓叫的卖，来袋子，这样可以直接过去啊，所以这次是一定1990是一定马上就结束了，马上卖掉的。好，再拍了嘛哈，啊，这个有拍了，有拍了，还好，没关系，你看。1990就再送刚刚那根棒棒，那不用再特别宣传，那个一定出去的哈，哦。这个自己上网找哈，赛宾 Q3， 这支麦克风性能相当的不错，也是超指向新型，109公克，1880元，1880元。这一支呢，我们一样，它不用电池，我们为了什么？为了推广它啦，让大家认识这个产品。那这个。这个是真的是好东西耶，900块，这个没有办法便宜，这个真的是很好，它的声音品质真的是不错，900块，我没有办法便宜到200-300，因为这个东西太赛任的这个麦克风做的都不错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它便宜下来哈，所以就是请你们支持一下，900块，好，谢了。一对一无线麦克风推广，这支原价呢4400，卖2200，欢迎门市体验哦。好，直接卖2000了，改2000了，直接画叉叉写2000就好，不用再写，画叉叉写2000给我。这支无线麦。原价6800，金属壳哦，金属壳，对折3400，今天呢3000改3000，只有今天拍卖，这是展示品哦，这是展示品，哦，那就是推广到你们手上，拿了之后拍的用的开心之后，你就是用4400元购买，好不好？一对一的。这一对一的，那这也是在推广哈，就是6800元，然后呢，为了推广它，让你知道好东西，让你体验好东西，当广告费在卖，当广告费在优惠，3000块哈。这个叫做。这个很有名哦，这个是当年哈，哦，有人选总统没有选上，然后他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叫做负离子随身空气净化器，那这个当时非常的有名，2390元，今天呢一颗2390元，那时候卖的非常的好，那现在老实讲退流行了哈，一颗200块，那么我们员工的这个小孩呢？咳嗽呢，过敏呢，他戴这个真的有用，因为他负离子空气净化，然后他的那个过敏情况有所改善。啊，疫情期间这个卖翻了，但台湾没有疫情，所以卖不动。这是在疫情期间真的卖到疯掉了，好多人买。那由于台湾没有疫情，所以进货进太多了，一支200块。那上网去找一下哈，一支200，一颗200。那明天呢？看要看
相机还有大概有七八台相机展示相机齁、哦、要出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我明天我就看今天的成效，如果今天的成效不脏我们明天就不直播。如果明天的如果成效不错，如果成效不错明天就继续直播后面的。好好几百种东西在那边，很多啊。970电池，970电池全新的佳美能的这个佳美能的，这是有牌子的哦。它的售价970块，来500一颗，就一颗500。970一颗500。970一颗500。有品牌的哦，佳美能的。截图。970的一颗500。就一颗。卖开心的啦齁、哦、卖开心的。哇这样卖不完了，这样会影响到我们同事家。现在几点了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公司的政策不能加班齁、哦。时间到滚啊，回去生小孩啊，生产报国，这是我们的信念。爱客人先要爱员工。员工开心才会爱客人。那客人呢才会爱我们。如果反过来呢，你什么都不做要人家爱你。然后呢又一副很屌的样子。我告诉你啊、哦、这样子不行。一定要付出。Boss 就是在先付出。send 之后谢谢你哦。bet 菜我回家还有一堆好买，可恶。嘿谢谢 bet 菜 ,bet 菜原来是你哦 ,bet 菜 ,bet 菜。谢谢 bet 菜你的捧场齁、哦。这个谢谢你齁、哦。在开 life 你人就杀过来了，真的感谢感谢。今天杀过来有十几组客人齁、哦、都是大包大包的。那威力赶快帮我明天要加你到那个第二间展示，把那个背心都拿来，摄影背心。赶快去拿，赶快去拿，都吊在上面，不要吊在上面，已经吊好了，就不用拆了。摄影背心那边有好多件，明天拍卖冬季限定跟夏季限定的摄影背心，明天会拍卖夏季冬季的摄影背心。那么还有很多的好东西齁，明天都会陆陆续续加入拍卖。刚刚估计大概卖了30-40种东西吧，应该有吧。然后我们就是抓一个星期的时间齁，一个星期的时间展示中古会继续出清。但是全新品线上的优惠呢，推广价的东西呢，在一个星期就会调回来。譬如说刚的 G800 Mark II。那只耳机正常售价465。那么我们今天卖300块钱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多很厉害。哎呦，这同一个方向啦，这样我会有怎么弄啊？我看你先弄同一个方向，哈、啊，弄不是那个勾勾要同一个方向，不然我没办法弄。来，这个衣服呢，我跟你讲，全面3-4折，5折、5折、5折，3-4折、5折都有，看看情况。好、哦，全面3-4折、5折出清。背心来 ，Tiki 过去接，到我左边接，到我左边，到我左边接。好、哦，来这个背心，全面3-4、5折出清，3-4、5折出清。摄影背心、钓鱼背心、摄影背心、钓鱼背心，3-4、5折出清，大概有100-200件呢、啊。哇哦，这个是冬季款哦，冬夏季都可以用，3-4、5折出清啊、哦。那你们要卖我的体位板呢？哈、哦，没有卖，那个直接进垃圾桶，不需要卖。哈、哦，这个是冬天版的，里头有那个内衬，做工很好，都是3-4、5折出清。摄影背心。好、哦，今天岁末年终跟大家开心了、啊，好不好？啊、哦。哦，虽然今天大家都在看王力宏的新闻哦，我这个就应该就是很惨，就是没上面懒垮，但是我还是努力哈、哦，都3-4、5折出清，3-4、5折出清。那明天还有那个摄影马甲哈、哦，那种所谓重型马甲，机车用的，改装用的，那件要2000哦。没有没有，就是。好。1-2，那衣服3000。好，明天呢？这个衣服就是这样勾齁，
勾在这边，一直勾勾勾下来，然后那这给你，威力，明天那个衣架子，明天把它拿出来放。你跟他讲，背心那个衣架，明天拿出来找个地方顶，你们决定看要顶在哪里，在那个第二号展示间，把那衣架拿出来顶，找个地方顶起来，再吊这些衣服。好啦，好累哈，今天这样子大概也差不多了，就是也大家开开心心的买了一些。那这些产品呢，它不是不好的东西，它不是不好，我先声明哈，它不是不好，它有的是过季，有的是有的是我们要促销推广，有的是要宣传。在这些的形态下呢，我们都会稍微做一下促销，让大家开心。那现在最认真的在卖的就是我后面这个 RGB Link， 今天最主要是为了 RGB Link 在帮大家帮他抢曝光啦。今天卖了三套，很爽，真的蛮开心，蛮爽的。为了要帮他抢曝光，所以他在后面当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顺便卖东西，让大家知道现在 RGB Link 非常的牛逼，非常的厉害。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。RGB Link 全世界这个价位最屌的一台导播机，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